这张中间方向，哎呦，最超级精彩的 nice play， 空中抓飞鸟啊！对方敲出去，在左半边方向，这一个球 solo home run。抓野手还在往前，不过最后，哎呦，哇，游击手一个精彩的背后接球，打在右半边，要看一下最后这个界内，没问题。他的跑者回来得分，这是一支再见安打，俊杰今天来做英雄啊。